家嘞，你看看，哇，比 A 牌好太多了吧？日本太漂亮了！哇，这个我要拍照，这么厚的好多成人的 Blu-ray 跟 DVD， 一万遍，我好想进去哦！真的好漂亮，好漂亮哦！嗨，我是可恩，我们人生中第一个日本 vlog 要诞生了。我们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很便宜的 airline 叫做 Zip Air， 它比普通的 airline 便宜差不多1000块，所以我们就特地从吉隆坡坐巴士来到新加坡，然后从新加坡直接飞到日本。我们就是这么贪小便宜的人。飞机是12点，我们10:48才来到啊。我们现在用飞奔的速度在前进，各位。我瞎嘞，你看看，哇，比 A 牌好太多了吧！而且我发现它这个头哦，没有 A 是那个那么难做，但是没有包食物啦，一样，所以我们等下是没有食物吃的。这段时间是半夜，所以去到我们是凌晨，所以就是睡觉了。好啦，我们要睡觉了，日本见啦！我们到日本了，你看我衣服都换好了，已经全副武装，超冷，现在只有1度。在 Klook 上面哦 ，book 了一个。把 luggage 可以直接送到去我们 hotel 先 ，OK， 我们就可以丢下行李走了，拜拜。第二件事，我们现在就要去换我们的火车票。耶，第一站我们要去阿萨库萨浅草寺。OK， 接下来这几天呢，就是我们的主机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刚好在做测评了，我想到我就可以把它带来日本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连续用完它。就是我们要把它连续用，然后我们不要插线，用到它没有电为止，看一下可以耐多少天。现在是99啊，我们不会再差小啊。然后我还要睡后说给他看，日本太漂亮了。我们是不是很耍酷？哎呀，第一次来都是这样。美好的第一天，我们从川合夫开始，我们要去川合夫了。我们也是在 Klook 上面找的，而且才保半个小时的 photographer 跟拍。嗅看先，像，真的像，哇，很像，那个紫菜的味道啊，嗯，走吧，我要走9分钟，我们这样子走过来，我们现在沿路走回去，哇，你叫他搬鸟。为什么没打 game？ 因为等太久了，所以我们打一下 game。我跟你讲，你看啊，虽然这个 Honor HS 它是双曲面屏啊，但是哦，它还是没有误触的。你看我手这样子弄，可以看得到选法，挺好，选这个。OK， 现在在弄头发，我们从穿和服到弄头发已经花了差不多20分钟，很久。这个和服很难穿，非常复杂，一个人是绝对穿不到的那种。然后现在到编头发，因为我们加了钱。做一个高级的发型。哦哦。Konnichiwa。啊？那个学生团啊，走路一定要小碎步，日本女人都是小碎步走啊。他这样子，不然真的会滑倒。对，只可以这样子。所以现在 photographer 带我们去哪里？对，我们今天的摄影师。Hello。Hello。我们现在去拍一个中规中矩的和服照片。哎呦，哎呦。一秒上线。看了半个小时，就这样愉快的结束啊。我们现在去吃午餐，这个是我们的午餐。我也有我的。哇，你的很漂亮哎！啊，真香！这个才是拉面嘛。
可能早上讲要 test 个 Honor X9A 的这个电池到底有几耐，是不是？哇啦喂！我们从早上一点开始到现在只用了 25%， 我到底还要多久才可以用完？为什么它不会没有电呢？总结一下，今天就是我从早上就开始开 roaming， 然后我 share hotspot 给他看，然后我拍照，然后我刚才打给你，因为我等客服的时候等太久了。到底我们要测它测几久，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开始放假？它的草莓几大颗哦？够了。它草莓真的很大颗，哇、哦！草莓真的很大颗。传说中浅草寺才有的美食，就是到了，是不是？哎，等。果茶啤酒，700yen一杯。哇，这个我要拍照，它真的是有，啤酒通常是比较苦涩的，它这个是有青草的味道。这里有一个看不懂什么东西来的，这是什么榴莲啊？江小个东西300。不咁多废话，快啲试食先。江多人排队哦，就是很绵密。可是又不甜，真的，我发现日本的甜点都不甜。是哦。啊。哇，那它好像是 cake 哦，cheesecake 哦。对，它是很绵密的。你闻啊。我想，哎，这个平成女学院是不是女仆咖啡馆？等下，应该不是你想的那种，它很可能是女仆咖啡馆。浦西中心，好不容易走到来了。等等，这个就是我上一次来日本的时候有吃到的，它这边出名就是好吃。便宜，然后还开24小时，而且新宿哦不止一条街，它有很多条街都是这么热闹的，所以如果你想要住哦，你们可以选新宿，因为一定有东西吃。凉吃哦！我不敢烧它，怎么办？它扭到很用力。吃吧，还是要放生？想放生哦，放出去门口呗。不，这个它招牌来的，然后我们就点了面包，就插上去吃。今晚的住宿就在新宿，现在我们回到来了，刚刚从浅草寺，我觉得这边是 the night is still young， 超级多人，然后全部在喝啤酒，这边超多居酒屋。今晚我们住的地方，这个 Tokyo Stay， 日本的第二天。跟大家一个很紧急的事情，就是早上我们不是睡迟了吗？然后我就拿完全部东西进备，我忘记了去 charge 那个 Honor X9A， 我不懂。不是的，不要 charge 吗？这样也要 check 是在多少电的吗？真的？50%。为什么 Honor X9A 会这样省电呢？原因就是 Honor Ram Turbo 还会智能调配后台的 app， 不会过度耗电，所以官方讲哦，就算只剩下40%都可以那一天。Sorry， 有人问我。要我分享每日穿搭，所以今天这一 set 有毛毛外套，有毛衣，然后还有配一个皮裤。人生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撞衣。对吧？有撞衣吗？一模一样。我有撞衣。一模一样。哇！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叫做芝公园的地方，听说在小红书的攻略是讲哦，芝公园有一个 spot 可以准准的拍到这个东京天啊，是美美的，那个 angle 美美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去找。那公园就已经可以收工了，都不用去到那个停车场，真的这样美。那为什么小红书全部都讲去停车场那边呢？还不去，这里跟新宿完全不一样的 feel 哎，这个感觉就是新宿是他们的松爱望，然后 Ginza 是他们的 pavilion。日本真的是一个怎么拍怎么美的国家。这边在35楼，哎，这是我们的第一刀，问我是什么来的，叫虾呀。嗯，甜虾，小甜虾，嗯，哇，这边好吃哦，这样有嚼劲啊，这是我吃过最有嚼劲的鱼了。啊？那我要准备啥？我准备炖啥？有的是去。这么厚的头肉。啊，真香！你吃。哎，大家，这个就是很出名的银座，
喂，晚霞有晚霞。我找到日本最多女仆咖啡店的地方就是秋叶原，你看这边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那后面整排都是特色来的，全部都是女仆咖啡店，你要 try 吧？不要。他可以跟你一起做手势，然后那个饮料更好喝。不要不要，走不要。如果60分钟，你可以指定特定的女仆加饮料，120。30分钟，你可以跟女仆一起喝咖啡。六楼有成人，你看六楼有成人的 Blu-ray 跟 DVD 中古了。所以啊，你去参观。再去看。妈，这个太咸湿了。大开眼界，但是上面是很亮的，很正经的场所来的，就是正正经经的给你买一些特定的 CD 跟书籍，一些成人的书本。对，然后那个员工也是很有诚意的，只是你一上到去就是哇，整面墙连那扭蛋哦都是成人的东西。我觉得这前面应该还有很多间的，我去大开眼界一下。哎，等下，顺便看一下有剩多少店可以吗？应该差不多死了的。还有33%。什么鬼？竟然！所以说，如果旅行用到一台这样的手机，真的是很好。因为平时哦，我们的手机回到 hotel 一定要一天一 charge。那这个是我的情况啊，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，就看你们的使用量而定了。我们今天来到了烧烤店，这个就在我们的火烧楼下走出来一点点。哇，在我面前烧哎，我这个位置也太美了吧！这个人为什么要尖叫？歪歪的在那边。哎呦，给他们来烧！走的原因没有，就是因为我们点了这个鱼。就是，我觉得根本就是在欺负我们，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，他们做的我们。终于变红色了，感觉呢？19终于变了，变色了。我觉得啊，如果很中度的啊，可能你在 travel 的时候看戏用很多的。对，我觉得一天半也不是没问题。对，一天半没有问题，因为我很少拿出来，因为太冷了。哇，顶住真的是啊，热闹。不用睡觉了，这是一个不夜城。牛郎店，到了到了，我好想进去哦。很累啊，还有好跳啊，11:30了。在日本的第三天。赞，今天是 day three， 我们要去富士山了。但是去之前呢，给大家看看我手上的 on edge 终于剩下4%了。结果我睡了一整晚，我的电量终于要结束了，太强了吧！但是因为我们的家要去富士山，不能没有电嘛，所以我们就把它 charge 电。40万快充，应该很快就可以 charge 好了。要站了。今天天气很好，大蓝天，没有云。还没有到富士山呢。我们现在到了中转站，然后我们再买一个票，再就去到富士山山脚了。我都要注意啊，来到这里买票哦。你拿着捷奥，我们来到这里换的时候，其实你要买2张票啊。你跟他讲你要去河口湖卡瓦古基的话呢，跟他讲 express 走，你要先买一张他的火车票，再加一张他的 express 票。要去哪里跟要做什么，我们当然是河口湖了喂姐姐。 OK， 这一台就是我这几天一直在 text 的 Honor X9A， 今天还是带它出门。之前一直给你们看屏幕，今天就来看外形是真美嘞，亮亮的渐变色。啊，这就是日本师傅的坚持，点一个煮一个。富士山下的天妇罗看的看起来更好吃。冷天啊，还是热腾腾的东西，爽。好酷。喂，走了，听见？看到富士山了。看到了。快点 ，Let's go。看到了，叫大哥，刚好鱼走掉了，我终于看到富士山了，哇，很想哭哎。
是很舒服啊，跟我们在东京比起来哦，那边是一堆城市啊，这边就是很 chill， 挡风这样子哦，就是很安静。为了拍富士山，哇，好漂亮，真的好漂亮。哦，我连山上面的纹路还有那雪都看得一清二楚。真的，我觉得啊，如果你们以后有机会来啦，来这个地方，大家以后就在这个站下车啊，越江市，不要下河口湖，不要不要。是到处都可以看得到，但是它的景色没有那么美。嗯，这边的真的美。什么下山台啊？刚才我们下的是？下吉田。下吉田的很危险。很危险，所以我们还是听越江市最好。OK， 我们现在回到hotel了，有一个神秘嘉宾要出现在我的 vlog 了，他们千里迢迢从 KL 来找我们，没有啊，其实是我们约好一起来日本的，他们是谁？他差不多要到了。Tomika， 嗨嗨，我冷啊，我们从 KL 来了，这两个比我们迟到一点点。OK， 前面你们看到我跟阿 Ken 了，接下来就是看我们一般朋友到底怎么玩的呢？接下来呢，就是我的主场了，我是森林的伊丽妍。今天呢，我们现在就是12月31号，是2022年的最后一天。我们现在我们要去吃东西。我想哭啊！哇，真的很高啊！那个下楼梯的网红打卡点，对，要上去再下来走一轮。